She likes chocolate covered strawberries and wine. She likes notes that say I love you all the time. Roses at your feet, baby girl be mine. Baby girl be mine. Yeah. Hey. Look. Wait, you bang? Hey, you bang? Shit. You bang? Shit. 其实还有两个星期我就要搬去。这件事情呢，除了我一些很好的朋友知道，还有几个姐姐知道，我爸爸妈妈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今天要找机会跟他们讲。总而来说，等一下我就是要拍那个 hidden camera。别了，别了，不开呀，我也不能说呀。I don't wanna do too much, just wanna get your name and take you out to lunch. But we can have a good ass morning while we call it brunch, while we sip a few mimosas and we have some fun. Yeah, tell me where you're from, what you do for fun. Tell me, is there anything to do up in the sun? I knew you were the one, straight from the jump. Had to run around and get me some. Yeah. You've been on my brain for days, you got me running. 假闺蜜，做阿妹假闺蜜。不表情一点 ，OK？ 很拍谁 ？It's a video。我们在看 Hotel Del Luna， 可是它是配音的。Reject offer。今年又改变主意嘅。改变主意。我叫我爸爸看。Hi Daddy。嗯。Daddy， 好睇冇？好。好啊，你识听听广东话冇？会会。你看他嘴巴还吃这东西。嗯。继续踏脚车吧。耶、yeah, ！我大姐买给我吃的起司，还有 strawberry， 可以做早餐了。大家好，欢迎收看 Wonder Queen's YouTube Channel。 我已经很久没有拍片了，所以呢我现在有一点脑袋空白。最近就是我人生跑马灯又跑了很多回，发生了很多件事情。觉得今年2020年是让我真的成长的一年。以前我就是待在槟城，在我的舒适圈。其实还有两个星期我就要搬去马来西亚的纽约吉隆坡。我一路来的以为我长大后会在 New York City 工作，可是没有。这件事情呢，除了我一些很好的朋友知道，还有几个姐姐知道，我爸爸妈妈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今天要找机会跟他们讲，我要拍一下他们珍贵的那一幕。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会比较不能接受我自己搬去吉隆坡独居，在他们眼里我就时常待在家。其实我待在家不是只是待在家，我待在家是因为我要剪片，做 part time freelance 的东西。他们就一直以为我是宅女，可是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宅女，只是没有很宅啦。我也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所以我很喜欢做心理测验，就是这样子。总而来说，等一下我就是要拍那个 hidden camera， 特别是我妈妈，大家要注意我妈妈的表情，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应该是很开明，所以他应该可以接受我自己搬去吉隆坡。我觉得我妈妈应该比较不能接受，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难接受新事物的人，你需要给她一点点 time， OK？ 这一次呢， 80% 是真实， 20% 我将会用我自己的才华还有 creativity 来创造这个 script 啦哈。跟你们说，就是我妈妈从我18岁那一年，她就开始帮我安排相亲。这一次呢，我将会骗她，就是说我要跟我的男朋友跑路了。然后我那个男朋友是认识3个月的男朋友，看他会怎样反应啦。如果你跟我很熟的话，你应该是知道我会做出跟男人跑路啊、跟男人散婚啊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我觉得我妈妈会相信，因为有可能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很叛逆的，因为我从来都不去他安排的约会或者是相亲。I can't wait to see her expressions.
Let's go。还有忘记跟你们说，其实我妈妈觉得她希望我们就是跟她安排的相亲对象就是走下去，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男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supporting 的 point， 她会很相信我，她会很激动。我觉得有时候会不会天打雷劈？应该不会啦哈，我又没有怎样。来了。啊，我两礼拜后我搬去吉隆坡，我就。你搬去吉隆坡？我这边做工。不用做工。伊个工对阮去有通大。我家己找伊所在大。伊个。吉隆坡，吉隆坡我有人，我的旧的囝住吉隆坡。我甲我查某朋友住。好，去。啊，先，去拍啦。新罗也是到这边上呢。娘咯，新罗老路咯。伊咯，我大了，你比大路认识个。啥熟悉个？嗨，大家！我没有想到我低估了我妈妈，我觉得她还没有爆发，所以。有什么的话，我再跟你们通知一下。Let go。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教那个狗样子的哟。Time roses at your feet, baby girl be mine.今天跟二姐来健行之旅，有什么想法？我要去吉隆坡了，很好啊，去吧。我跟你逛逛的姐姐，她全部呢？她姐姐啊，她跟我讲的时候，她讲啊，不要来找我。没有啊。哼。喜欢那个味道？喜欢啊，很好吃啊。嗯。你看我二姐没有化妆也这样美，哎呦天之娇女啊。Travel around the globe, but I know that you're the only girl for me, and I gotta let you know. Oh my god, 这个太大个了，哦，好大。其实我看到大镜头，哇，这么大个，这么大个，嗯，真的值得。像我吃这个点，要不然会很太狂。很好吃的这个。I'm just trying to get some time with you. Would you spend the night with me? Maybe spend your life with me. Check me if I'm trifling. Let me be your bestie. Bonnie and Clyde, we flexing. Baby, we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 and you ain't even got a second guess tha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I travel around the globe, but I know that you're the only girl.喂，不要红啊！哪一个比较好玩？是黑色这方面怎么样？自己抓。对。没有棒，也有棒 ，shit， 不棒 ，shit。嗯，嗯，不棒。嗯，很没有空啊，还要吃，还要刮棒。Thank you.